康伯您好，网上说大礼拜能疏通经络、强身健体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谢谢。有这样的效果吗？这个肯定要运动，对，就是它。但是大通经络这些就这些就我就不一定，但是呢，肯定是很非常好的运动，尤其是可这个大礼拜的话，但是呢，这磕大礼拜肯定不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是，当然不是了，所以还是应该先学理论哈，然后呢再去磕这个大礼拜。对，大礼拜呢，它不是为了健身，但是呢。它就会有这个作用。